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。前 MP 魔幻力量成员谷谷与 Popularity 大元前年被周刊直击出入同一社区，还一起遛狗跳出同居情，两人虽屡屡对外称是朋友，但近来又被曝以秘密登记结婚。据一周刊报道，谷谷大元2012年底因同样发片场上通告而熟识，隔年展开交往，男方出国时还将爱犬交给大元照顾，孰料半年后又传出情变，大元和一同拍摄电影学长的王子假戏真做，最后又以好朋友打枪绯闻。他过去受访时曾透露，颇欣赏谷谷会尊重女生，不乱开黄腔。他个性始终如一，就是那种不烟不酒不出去玩，成天在家写歌的人。去年七夕，谷谷和潮牌合作推出限量 T 恤，大元更是不避嫌，直接把印有谷谷图案的衣服穿上身，帮忙在脸书宣传。对此，谷谷听闻后先是大笑，并透过经纪人否认，大家那么希望我结婚哦，历经那些事团圆离开，还有独自发片的机会，非常珍惜，我的事业心很重，接下来二月四月还有演唱会，不会这么早结婚，是我妹妹要结婚啊。大元所属的华研则回应，哪来的乌龙消息，还好这几天到金门跨年搭机，需要出示身份证。谷谷资料照，记者陈义全社。大元当时帮忙谷谷宣传 T 恤，翻摄自脸书。